站在后面了。媒体大哥们，虽然这是很安全的，但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的，对，还是要小心一点哈。好了，来来，大家一起来期待哦，我们期待今年2012年一零宏图大展。谢谢所有媒体朋友们，可以在这样非常近距离的拍摄大家。现在要红包的往前，好，记得要说声谢谢哦，也拿到红一点。来，集中点，集中点，来。还没有拿到红包的媒体朋友们，可以跟我们宛若姐拿红包哦。在这边，依林我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龙年行大运。今天开工，不好意思啊，让各位摄影大哥们以及所有记者、媒体朋友们等待一下。今天我们开工，我们现在有请我们依林模特经纪公司的大家长，我们创意总监，我们的宛若姐，总经理，对，总经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太久了，太多的称呼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宛若姐。来，现在邀请我们的空姐们。哇哦，每一位都是宅男女神，来，先站好位置，让我们媒体朋友们拍张照。用你们最美的笑容，来看一下前面的摄影师，来左边的摄影师，好，右边的摄影师。再回到前方，好，再三秒，来，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空姐们，先稍待片刻，待会会继续让媒体朋友们拍照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最近大家还看到另外一组非常亮眼的组合，功夫妹。有需要访问的媒体朋友们可以来访问了。
好，谢谢谢谢我们媒体朋友们，也谢谢我们的空姐，还有我们的功夫妹，谢谢你们。看得出来，一零娱乐拥有非常多年轻有活力的小朋友们，来来，大家靠近一点点。好，前方摄影师，来左边。前方摄影师，来中间下面，好，谢谢摄影大哥们，我们待会儿有时间就继续摄影。来，现在媒体朋友们可以访问啦，谢谢。谢谢谢谢媒体朋友们，也谢谢这一组的艺人朋友，谢谢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下一组的艺人朋友们了，来，我们欢迎我们品轩、怀凤，各位媒体大哥们，来好好的拍张照。来，我们三位艺人朋友们也可以跟大家摆个拜年的手势，来左边站下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好冷。